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啊，好好睡觉，迎接明天新的太阳。所以咱们马不停蹄，抓紧时间。第一局，主视角玩家 ID 叫江淮之杰，一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。这里选将的话，这两对组合都可以选啊。当然，袁绍马腾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强的组合了，基本上前三组合了，我就不多谈了。看看他是不是选择了大嘴啊，并没有大嘴，而是喜欢乔笨啊，也没什么问题啊。孙笨毕竟宇宙最强男人，和袁绍并立于这个世界啊，双雄啊，双雄的世界你不懂。好，这边好像又出来一个熊，不过这个有点狗熊啊。好，直接蹲一波坑。装防具可以理解，装刀的话可能是香香，对吧？叫我三九啊，三教九流。貂蝉表示不服，干你，调戏你。啊，决斗，决斗吕蒙。好，吕蒙表示我怂了，虽然我是吕蒙，但我决斗不过你。好的，貂蝉杀很多，杀很大，是去随心。这边这个人，也要去搞吕蒙。好的啊，下刀 ，OK， 香香了，这没毛病啊。但他应该不知道是香香，还有反手去杀貂蝉，这个人也是虎啊，逮谁打谁。又要去乐这边，我的天，又乐到了个贾诩啊！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这个司马国家吗？你表示我也是宇宙最强男人啊？行吧，反正你就这么屌，那你就要被打，夹在两个群雄之间，胆子非常的肥，左惹惹西惹惹啊，表示乐吕蒙也没什么意思。难道是吴国装身份的？有这种可能。好吧，看看主视角选择怎么打，先重铸一发，找张杀，对吧？两闪一杀还可以，找个决斗，那就挂装备过。会不会去乐吕蒙还是乐貂蝉？直接开搞。好的，这里选择乐吕蒙，表示吕蒙乐不乐无所谓，而且让你消停着。这样的话，大家会觉得，哎，这并不是大吴，对不对？直接乐群雄呢，那就是直接开干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看其他人的反应吧。至于这个其他人到底是什么，目前还不好说。好，这边掷一支笔，选择看下家。看完了以后呢，有没有动作？看完了直接放南蛮，不好讲啊，因为孙尚香这么多牌肯定是有杀的，所以这南蛮到底打谁也很难讲。好，这个孟获出来了，一个孟获也要去争宇宙最强男人吗？和袁绍、郭嘉、孙笨吗？啊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有啊，可以平分一波。好，这边这个八号位直接去搞群雄了。这恐怕是属吴的干活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去干什么？七号位，哎，这边结束阶段有技能，难道是个位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咦，这边香香添堵了啊！本来是想让他消停一会儿，他添堵了。老天不让他消停，那他看来是要出手了吗？一顿对貂蝉搞 ，OK。反正貂蝉也打他，他离得貂蝉近，先搞貂蝉，几个顺，都给顺光光，扒光光啊！看看。我是玩衣服的，你还敢穿衣服貂蝉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因为貂蝉副将是张角，有这种可能，但是这里当然他已经添度了，就并不存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边在万箭齐发，啊，这边也没有卖血，远交进攻，远交下卧龙啊，对群雄的仇恨还非常的高。反正几个 AOE 放出来了，看他要不要出杀了，还是什么有连弩准备突突过去了？看我的厉害，看我的厉害，非常的厉害。好，这边聊天聊的也是热火朝天啊，这边是菊花藤啊，没事儿，国战里并没有菊花刀，我去，但是他放这几个 AOE 要把咱们放死了啊。不过怎么说呢，从他的视角他放就放吧，咱们跳的是非吴，对不对？啊，八号就算是吴也是四血将，所以放了也没什么太大毛病。再拆，好，他应该是要收貂蝉了，所以拆掉贾诩最后一张牌，防止这个贾诩去救，对不对？万一是华佗呢，或者怎么样？结果孟获选择救，孟获说不许收，收什么收？还想收人头？想多了。这孟获也是逗，上来逮谁打谁，然后要去救，这有啥好救的？我就不明白了。啊，救救救，喜欢救救救，没连弩就鸡鸡了，没有连弩你救了也救了他也挡不住啊啊！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，表示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他是表示我出了桃，你有连弩。哎，我空城，我就不怕你了。那好，也行吧，有点想法。好的，这边被兵了，他直接四上，应该是稍微控了一下后面的牌。啊，这个董卓又不会亮将啊，又一个不会亮将的董卓预亮。对对，然后撸，你可以多摸一张牌，少摸一牌啊。经常有人就是少摸一牌，这边一发撸，他自己是可以保持很好的状态了。
就是貂蝉去就去吧，已经病无所谓了。这里肯定亮将了，因为你已经觉醒了这一血，而且你也恢复住了，再不亮将就过分了。而且这边给香香英魂一波收益非常之高，然后还有可能收人头，对不对？直接怒收貂蝉，直接怒收貂蝉，这里应该是可以收掉貂蝉了，两发伤害。哎，还要救，可以，可以救一波，救一波，那咱们就激昂，也不亏。收掉貂蝉还是美滋滋啊！但是贾诩有可能还能撸到更多的桃子，并不存在。话头在这边，接下来把这个七和八勒住吧，管他们是什么呢？爱是什么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保护一下，反正这个八应该是胃，这个七看了八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反应，管他呢，勒住呵呵，你们爱出来不出来随你们意。好，不出来，不出来应该不是无了，是无他应该会出来的。出来比如说亮个男的让这个谁奶一口，对吧？反正吴国剩女的就很少了，女的你要摆呢就只能说你摆样错误。好，这边都被勒住，所以不管他们，他们爱咋咋地，你不亮就直接怼死啊。好的，好，杀出来一个傻儿子九杀啊，还想什么乐，想乐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手里还有桃吗？说留了个桃子，但是中了一记九杀，小胖贼加黄忠足。好，继续放大满，行吧，放就放吧，反正咱们也回满血了，手里这么排这么多，不亮将啊？是啊，有卧龙你还不亮将？你有卧龙，你亮将卧龙不就给你打无懈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你不亮将确实是你的锅，有卧龙你就亮将，而且人这么少了，你没必要再藏，是不是？这是太猥琐了啊！猥琐的一逼啊！这种人就得死了活该。好，这边表示我看让你们二 v 三吧。那你就看戏啊！你不是应该打八吗？八不是打过你们了吗？是不是？好，他表示选择去打吴，随吧，随便吧，继续无懈与反无懈之争。哇，这边还有黄月英，我去，这边竟然还有黄月英，可怕了啊！黄月英还留了一手，可以的，再顺，继续让顺啊！你随便吧，你表示直接乱舞要带走，那能带走吗？坑的不是你吗？你这下无懈，各种消耗自己的牌。好。大乔肯定是死不了，香香有可能能死，对不对？只能说香香有可能能死，那也不一定能死。好，这边直接完杀，看手里是什么桃纸。好的，活了下来，活了下来，在英魂就又英魂不了了，已经满血了。我的天，不知不觉中就满血了。我刚才仿佛还说过，这边在决斗，杀他，看看能杀死啊，并不能调戏，他也是女人，他恢复了女儿之身。刚才那么卖力的打无懈，现在死了吧？啊。不然你会死吗？不然你会死吗？行吧，这边他直接给他勒住啊，没毛病。那当然勒不住，这就非常的那什么了啊。这边应该是个胃吧？火攻，哎，香香裸奔了，攻不中。来攻咱们，来攻啊！杀一刀，捞起来。不过这个香香没有手牌了，裸摸两张牌想起爆是难度很大了。当然这里桃子也没什么太大用，救一发。这就是个魏国嘛。好，这边直接拼将性命啊，把马拆了。让你搞不到别人，让你流离不到别人，想想应该是足了。诸葛亮加上贾诩两个人一搞，对吧？就想想也就差不多了，行吧？哎，这两个吴国打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也就差不多了。当然进三人局、四人局，那未来的事情就很难讲了。好，这边他表示我挂了一个无敌藤甲，宇宙无敌。你是孟获，你把万箭都开了，你挂藤甲干什么？有什么用呢？一会儿很可能要坑自己。好的，这边香香出一张闪，看贾诩这边一刀啊，过拆一刀补掉，完杀，完杀之。好吧，这里接下来至于要杀谁，先看摸的牌吧，看这个情况，很可能咱们强和咱们和诸葛亮比较强。好，他表示直接去杀贾诩也没什么毛病，贾诩现在神装，杀他就杀他一刀，无所谓。对不对？还能调戏，乐呢？暂时先不要去乐，保证自己手牌的充裕度。哎，结果这个巴比不知道是摸了个远交还是藏的远交，很可能是藏的吧。远交这张牌好像一直都没出来过。好的，看他有没有属性杀，真的有火杀，让你装藤甲，装什么装？你跟孟获还装藤甲？万箭刚开了，好，直接被一发火杀带走。当然这里带走是没毛病的，因为在四人局转化成三人局的时候。就是除非说剩下三个人里有一个特别牛可以一打二，不然的话就减少一个人头都增加另外三个人的概率，所以谁都愿意可以先剔除一个人，无所谓的。只能说你这个藤甲把自己给坑死了，你先出局了，不然你死不了，很可能不停的有诸葛亮不停的再起再起再起，就很难死。好，这边
这个估计他们两个人互相来杀咱们，然后让咱们去互相流离，消耗咱们手牌。好，当然他们这时候肯定也要互相嘴遁，他表示我跟曹红的技能废了一半，只有你可以单挑，是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曹红的技能也是可以用的单挑，对不对？董卓技能也是可以用的。行吧，这种也没有绝对对错，反正你们看着打，自己各种留点心机什么什么，啊，想要灌石斧，好吧？杀一刀，那咱们就流离，对吧？流离才能勾起他们的仇恨，让他们互相仇恨，行吧？也不知道这个巴比是故意不想借咱们的刀还是怎么，我估计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如果是故意的，他就借刀就留着了，他没必要说把那个打出来，是不是？好，这边嘉许开始决斗，咱们决斗给搞醒了，行吧？当然。他也可以先不决斗，先留着，看看一回合有没有机会一波带走，是最好的。带牢，没有桃子，没有桃子，没有桃子就只能把他们全乐住了，没办法，因为你不乐他们谁，对吧？看你不爽，补个伤害你就有可能走，就先乐住啊，先苟住，找桃子才是上策。然而根本就乐不住，尤其这个芭比，这个芭比非常的屌。乐是根本乐不住的，好，继续杀，那就只能流离，继续互相消耗。当然贾诩这个八卦阵非常的讨厌啊，贼鸡儿讨厌。乐住，好的，这里看他选择英魂谁，好，选择是英魂芭比，行，觉得芭比是你杀我，所以英魂你。好，摸到了桃子，给予威慑，当然你英魂贾诩也没什么，自己看情况。哎，这个时候芭比突然觉得不行，我要下了贾诩八卦阵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突然之间心态变了。当然你这么着贾诩很可能要生气，是不是？贾诩继续杀，黑杀消耗手牌为主。好，他说了，曹红我忍这一轮，你如果再坑我就不忍了，也是语言威慑了。好，这个主视角是说少废话，谁打我打谁。此时不光光是这个行动，而且要各种语言，大家都用语言。好，芭比说我管你呢，我就打你，咋了？你比比。好，这个贾诩说真逗，不知道为什么芭比的心态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，本来我们合起来还能打死大乔，当然你有八卦阵他肯定不能忍。我觉得拆掉八卦阵以后，芭比就不应该再去招惹贾诩了。好，贾诩这时候真是动杀机了，因为手牌都没一出，杀还继续出。好，这里黑杀就去杀贾诩，当然杀了贾诩这个觉醒了，觉醒就觉醒吧，反正人这么少也没什么。好，这边他继续来杀，那杀肯定是贾诩肯定不爽啊，结果他又给了贾诩一个藤甲，表示我安慰你一下，好吧，我安慰你一下，我去拆大桥行吧，再给你个装备。我以为这时候贾诩应该理智一点了，不，你这里就去杀大桥，让大桥流离也行，对吧？还消耗大桥的牌呢，对不对？他已经给你一个藤甲做抚慰，难道你看到了诸葛亮是怎么死的吗？好吧，这时候既然他给了贾诩藤甲，那咱们就去杀芭比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。不知不觉这个孙奋已经回到了满血啊，孙奋已经回到了满血。好，这时候给了个藤甲，贾诩你也不是挺好的吗？这不能流离给你了，我觉得你要冷静啊，兄弟你要冷静，不要再杀芭比了。哎，你要不是你这时候冷静，你想杀芭比也可以，你杀大乔嘛，让大乔去流离，是不是？消耗大乔的手牌也没什么坏处。好的，生气了，真的生气了，我单挑赢不了你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是。好，看看这边真的掏出朱雀羽扇来了，死于藤甲。好的，你和曹红单挑正好，但是人家不一定愿意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这边觉醒了，觉醒一波。啊，当然觉醒其实是也是一件蛮凶险的事儿啊，看看能不能一回合打死他。哎呀，打不死也是蛮凶险的，那只能看乐了啊，这回乐住了，关键时候还是乐住了啊，之前一直没乐住。好，贾诩在等结果，这边直接英魂再搞一下就死了吧，来个杀，杀呢，好，有杀，杀一刀，还有九杀，这就不合适了吧，兄弟，这最后就不合适了吧，九杀就不合适了吧。任陈江辅助，估计又要被弹幕大神喷了。英雄壮志，当然我也不赞成这样。红颜无怨，喷就喷吧，犯了错误就，对对对。好，咱们再看第二局，主视角玩家叫卡布奇诺啊，这个这是几区的玩家？我看一下，26区的玩家，感谢他录像。这里选将的话，哎呀，选这个卧龙勾引主公老婆吧，好吧，好不好？看看能不能勾引得动。好的，这边正常也应该是这么选的啊，跳井
看看能不能跳起顶来。四号位，疯狂的刷，刷刷刷，刷的全是黑。好吧，无中生有。本局又是什么故事呢？八卦阵，青钢剑。八卦阵和青钢剑都是好东西啊，有二张啊。这个二张直接选择手量，那个人是一支笔也没有选择看。这么后置位的二张手量啊，防大嘴是吧？行，但是你防大嘴有可能要被打。疯狂的捡，疯狂的捡，那是二张吕蒙，对不对？二张大乔不值。好，有人不服啊，正常，不一定每个人都会，都不敢惹你啊。有的人就是头铁，是不是？就要惹你，就要干你啊，不是就要惹你啊？这种二张堂而皇之的样，是不是要干你啊？这个局就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不装装备吧，你说你扔给二张，别人说你是无国，你装了吧也很蛋疼，还装就装吧，装个狮子，一会儿掉血了，换个人王队当回血吧。你不，你说你扔了，就别人说这边要是无国，要打你，好难受啊！这不瞬间怎么出来这么多队友啊？放了个南蛮二哥出来了，好吧，那他们就会去打二张了，让他们去打吧。李代劳。代劳之，这个二张拿了这么多牌，他们肯定看着不爽，对不对？干二张很正常。干起来，咱主视角也没有选择直接亮了开团啊，因为数个开团你们都懂的，对不对？那没必要这么着急，让他们打着，打打看。顺手牵羊啊，疯婆子的表演，哎，疯婆子表演可以快进一下啊，疯婆子表演就这样，对不对？能打出多少是他的发挥，对不对？咱们也看不见他牌，无从评论他的对错。好，能进能退啊！黄月云表示能进能退非常爽。小胖子又来了啊，让你再进再退一次。好的，这个就非常厉害了。好，九杀等着你。哎呀，大僵尸啊，厉害！大僵尸人家就不怕了。好，乐住，狗住啊！这边打，这边这人躺了好几刀枪啊，这个非常的惨了啊！这下乐就非常的惨了，惨的一匹。好，没得顺，只能顺一下那边，顺个桃子去吧啊！不顺桃子，顺刀。有桃子吗你？没桃子啊，直接亮了，原来是自己人啊，是个庞统。好的，这个二张一看又出来个蜀国，不想玩了，关键是那堆牌气的啊，太伤心了，该玩还是要玩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你不玩就算了，真的是气牌气的啊，伤心到死啊，心伤地老啊。这边这支笔看一下，选择了观看副将，好，开始捅啊，不是自己人，好的。哇，捅着个张角，看了副将，主将是张角，这就日了狗了。那没办法，黄元英躺枪，黄元英只能替张飞代寿啊。这边继续杀，打了飞杀过去啊，总没有那么多闪，当然也就两刀而已。哎，结果又出来个纪灵，可以远距离区，这就非常厉害。这就不要判八卦了吧？这里你判八卦不是送闪吗？怒送一张明闪。哎，这边怎么还有鼠？我的天，快打个锦囊！打个锦囊就可以亮了，完了没亮出来野了，这个就非常的有趣了。魏延牛背，这下牛背一下包养黄月英啊！你把卧龙把刘备的老婆勾引走了，这边他又把刘备去勾引黄月英啊！这边出来个夹须马腾，这下蜀国要炸了。张角有明闪啊，开个工资杀一刀张角，对吧？这里没必要反打无懈啊，咱们留牌吧，不用管他们。此时不战更待何时，这排序永远是错的，为什么就不先开大呢？就你路人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总是都不先开大，总是要你永远是手牌增加了才能决定出最优排序，是不是？永远是先出牌然后再开大，把牌都出光了，没想一想，哎，没得出了，我再开个大吧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反正这边直接乱舞，估计也是蜀国应该走了吧，杀张角，张角有明闪，这边他涅槃也没有用，你还是完杀。好的，朱雀已善，这边他选择直接杀刘备，完杀，想完杀刘备，我觉得你杀张角劈死黄元英比较好，真的，黄元英不死，这刘备已经是死人一坨，而且他也没有用，你这边直接对吧，杀张角劈黄元英多好啊，稳稳的劈死，他可能觉得黄元英有三个桃，根本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是不是？我不信。好，怒开五谷啊，那只能咱们自己去收拾自己老婆了，呵呵，那就得把黄月英弄死。好，代劳呀，这个连弩，这连弩这要是被贾诩拿走就爽了，那给杀张角噼啦啪啦一顿劈，啊，这边直接亮将，出价啊，既已出价就已怎么样，烧死他，赵云你这个小贱人还敢能进能退，不烧死你。
敢绿我。天火熊熊燃尽无区。好，烧烧烧，烧了，直接烧死。好的，哎呀，不过烧死以后也不太好打。好，这边这个小胖子还有桃啊，桃子很多，杀呢就杀不死，他老判八卦，老那么喜欢判八卦，明着张角开了一大堆牌，还都没有黑吗？非要那啥，非要老喜欢判八卦，判吧判。结果黄月英没死，黄月英看看有没有可能日天，啊，下了主持要赶紧打个无懈，烧没烧死，大家报复了。好，桃子真多，不过从刚才来看黄月英只有一个桃，刚才 P 也应该能 P 死黄月英，是不是？好吧，爆发呢，吴中被爆掉了，就这个萎靡不振了啊。小胖继续放权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，主持人开始告诉这个贾诩了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，万念不敢开，对，还算理智，不是说我是黄莹莹，我就要放。好，但是张飞，你去拆他没拆到闪，你还要去杀？雷公助我，吃饱了撑的。这张飞是他妈有病，纯有病啊！纯粹的有病。他表示，张飞就是表示我头铁，爱死不死，死了我继续杀。关键死了，人家又收到闪了。你真的是演员，真的是演员。啊，好，表示我杀很多，我全扔了，很浪费，我就是要杀，管你黄莹死不死呢。好好好，挺好挺好。你现在获得了什么？获得了快感。别的呢就不知道了。九杀，结果这下蜀国要崩了，哎，蜀国要秒崩，这里可能还得救他，贼急而烦。哎，当然救也没有用，贾诩又一刀，对吧？再见，勒住。行吧，让贾诩收总比让张角收强，张角手牌补充不上来是不是比较好？铁锁年环杀一刀，对吧？这个怎么打，好难啊，只能跟小胖联手了，是不是？保守战术是没用的，要么他残废，要么他我们死。好，你的战术不保守，但是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卵用。有用吗？能改善生活吗？你赌吧，你赌什么赌？这根本就不是赌的事儿。这张角有明闪，而且开过代劳，开过工资，他是摆明了有闪的。这就是说他有可，就是说你在有可能没闪的时候，你去赌，人家是摆明有闪，这不是赌，这是直接那啥，对不对？好，结果这个小胖不知道怎么回事来了一手犀利操作，他是准备想把咱们和张角一锅端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也头铁，这帮蜀国全头铁，没有一个不头铁的。好，头铁。你们头真的是铁，一张牌你要看，我的天，你要干什么？一张牌你要看，连的蛋疼啊，不能判，咱们不能像那个谁一样，你看他，你还不如看张角呢，是不是？你还不如看张角，让张角去劈死刘禅。哎，随便吧，又摸了一个桃子，摸了一个桃子，回复一波哈，这边他也是。就顺了张角一张牌继续杀啊，反正表示头铁不管了，而且这当然这回是可以杀的，他就剩一张牌了，对吧？这里要无懈他，不能让他开无中，不能让他补充上闪来，他补充上闪就没法打了。这里只能看和小胖配合，尽量赶紧杀死张角吧。他就喜欢看，然后一张牌也要看，这人就这么喜欢看人家底库，你看不看不是都要杀他吗？这么喜欢看，老闲得蛋疼啊，杀张角。这也只能杀张角烧自己了，这永诀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啊，注意啊，这里永诀非常之关键，因为没有永诀就反打不了这个无懈了，你反打无懈就没有手牌了，烧不了了，永诀 bug 技能了。嗯，好的，这里只能这么赌了，因为你这波打不死贾诩就没得打了，你打死贾诩利用自己的八卦阵，对吧？这个不是，你打死这个张角利用自己的八卦阵，这个贾诩就不一定能搞定你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根本就没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里可以免费杀他，不要钱。能救一个是一个，能救一个是一个，免费杀，对吧？那还不杀？啊，不是傻吗？决斗就是智慧，我就是智慧的化身啊！能决斗过吗？接下来我觉得大概率卧龙会赢。你不要看卧龙是单将，其实他并不是单将。永诀这个技能非常的屌，知道吗？尤其面对这种贾诩这种白板武将，非常的屌。都逃不过我的。所以我感觉，如果说贾诩没有特别好的运气，大概率会是卧龙赢了。
能救一个是一个，开五谷没毛病啊，对吧？反正自己有那啥，我无懈他，就是智慧的，不无懈也是扔，是不是？关键是，你就无懈他，让他少摸一张沙，他也不一定能摸到沙。吃个桃子，对吧？你看他根本就没有沙，他这种武将三回合摸到沙都是正常的。这里就没办法先出沙了，因为你要开桃园，这里应该留黑沙，黑沙是无懈。当然他可能怕这个。贾诩装藤甲，他贾诩不敢装藤甲，你是卧龙。呀，寒冰剑，寒冰剑有点厉害啊。好，直接寒冰，行吧，把手牌都消耗掉。然后贾诩也装了个八卦阵，这个就有点烦了。玩杀是可以，肯定杀的，因为你反正是白杀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一会儿牌太少了，现在烧不动，一会儿攒点牌去烧它就可以了。就准备面对寒冰剑，看他这回还不寒了，直接掉血了。啊，有乐，行吧，有乐直接掉血。哎呀，被他打压住了，突然之间，一切都逃不过我的法眼，运气不错啊。好，这里注意，先出沙再吃桃啊，这样的沙可以回收。你要是先吃桃，沙就不能回收了，你必须得使用的第一张牌是沙才可以回收。这个可能这个很多人是特别容易遗忘的啊。记住，一定要先出沙，就是除非说你有一些，就像刚才那种要开桃园的情况下，你才能。才不先出杀，大部分情况下是要先出杀的啊。我无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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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，这手牌一直补充不上来啊，有牌了就才能烧他，那这牌太少，就自己的牌都不够，防御都不够。哎呀，这个人怎么找了匹马？行吧，找了匹马，那就一会儿就靠烧吧。但是他找了匹马，他找了个青钢剑啊。你看这里，你先挂青钢剑再杀就不能回收了，对吧？当然你肯定是要先挂的。敢入此阵者，厉害了，赶紧闪！果然青钢剑要没了，对吧？杀呢？杀呢？没有，哎呀，没有，看这八卦阵给点力吧。青钢剑没了，可就不好了。其实也是优势很大的，烧它。这里主视角怎么回事啊？你就不知道你有烧亏金塔的，已经只记得永诀了，并不记得烧了。开烧啊！看什么时候能想起来。天火、啊、想起来了，好像想起来了，啊、想起来就能赢，想不起来烧，光是痴恋那个女人并不行，这里无懈掉，一切都逃不过我的智慧的化身啊！这里打无懈啊，留个闪，可能是想防寒冰。好，永诀又开始了，必须得摸到一张沙才能永诀这个循环往复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循环往复不了。哎呀，八卦阵突然之间又给力了。这下一旦拿到一张黑沙，这个黑沙循环利用起来就无所谓了，烧，直接烧死。好的，最终还是成功的野人家，野心家啊，吃鸡。你可识得此阵？这个卧龙的这个台词啊，非常的絮叨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。这个最近也是收到了一些朋友的投食啊，也是非常的感谢啊。这个。投石的名字就叫棒棒达，对不对？你们棒棒达，我也棒棒达啊！棒棒达简称 BBD， 好吧？这个在右上角啊，好的，自由投石啊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